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手机游戏，叫做《野蛮人大作战》。哦，这款游戏呢，老头就是随便乱逛下载下来玩的哈，然后就发现，其实也蛮好玩的。然后它的玩法有点类似像是贪食蛇的那种玩法吧，就是很像你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玩过那个叫什么吃豆豆还是什么什么圈圈大晋级啊、哦，还是什么什么圆圈大晋级，反正就是越吃越大这样子。只是它这个融合了一些 RPG 的概念哦。那这款游戏我不知道大家玩过了没有，然后也不晓得这个游戏已经多久了，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好不好？那所以说我就来录影啊，玩给你们看这样子。那它这个是在我是在苹果上面下载下来的啊，有没有在安卓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你们可以自己去搜索看看，就是打野蛮人大作战啊，可能就找得到了，好不好？那我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打一局 rank 好不好？那个先玩试玩给你们看嘛。那这些周遭的这些什么觉醒什么的啊，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自己下载来玩，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一个运作模式哈。那这是我现在是就是他每一进去开局打个论科呢，他可以选择两个队友啊。啊，像我刚开始玩没有朋友，不过这还有各国国家啊，有没有看到啊？那基本上呢，我是个边缘人，所以呢啊，我不会开始的，你放心。哦，没有啦，我还是要开始啊，不然怎么玩啊？我们直接开始战斗哈！啊，开始打的时候呢，他会让你选五只角色。其实你以为可以选五只吗？不行，你只能选瓦瓦利或者是886啊，后面都是要扩充要购买的啊。老头比较习惯用886啊，啊，那我们来用886啊，一开场啊，现在看右上角呢，右上角大88是我。哦，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的吃这些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哦，第一名的角色呢，到后期会觉醒，能力会上升。然后你看现在下面这些可以选择，你要什么投掷烈酒、体力上限勾符，哦，都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被动技，总共可以升四阶。啊，左边你看到那个磁铁啊，那个磁铁是你可以自己携带一个道具，携带一个技能。我携带的是。啊，可以吸这些香菇，啊，这些香菇是我们的能力来源，啊，然后下面你看左边有一个紫色的那个香菇，很像香菇人的有没有？啊，有人要打我，有人要打我，可恶！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哎，很会是不是？找我挑，哎，找我挑是不是？啊，快跑、啊，吃补血，啊，要死了！这个有点强，升级了。飞踢，我甲，哇，这个先变身了，完了，我觉得我打不赢了。有有有有，哦耶，有没有我要的技能啊？命中吸体是什么？他的技能都是随机的哈，命中敌人恢复体力。吧，嘿，踢爆你这小龟龟！旋风斩一定要，旋风斩我觉得很好用，旋风斩很好用。哇，死了死了死了！可恶！现在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不是？哎呀，我居然是第五名啊！随便射随便射，不管了，我会吃一下肉。啊，那玩法差不多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来来来来来来，很会是不是？嗯，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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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砍砍砍！哦，被电了，哪一招？很会是不是？嗯嗯嗯。嗯，很会是不是？嗯，哎，我变成魔王了哈，现在分数我最高啊！注意啦，注意了哈，哎，小坏蛋啊！这个游戏低阶的 rank 要拿第一名其实不难呐、啊，真的不难。干什么东西？嗯，
欸，我要称霸了，我告诉你们。好，然后下面这个可以打，打了会给一些 buff。啊，然后呢，这其实有队友的，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显示绿色？右边的那些标记有没有？绿色是队友，最多三个人这样子。哦，然后这个打一打会给一些特殊道具或者是一些能量之类的。哇，然后来跟我抢，干什么？你愿意打得赢我？啊啊！哦，这边低阶瑞克其实都很好打、啊。哦，通常都会掉这个啦，道具上升提升啦，就是说你本来炸弹只能拿一个，或者是炸弹可以拿两个，现在可以拿三个。哦，没有，只能拿两个，抱歉。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看我大巴巴的力量啊，全部都来送头啦！啊，我是不知道高阶论科到底怎么玩啦、啊，反正我就是目前只玩到低阶啊，也只能玩低阶嘛，在讲什么啊？是啊，啊，现在低阶就是很好打，不知道为什么啊，还是说我太强了啊？不行，我们做人啊，不能太自视甚高，一定是他们让我的，好，没问题。哎、欸，还真的呢，他们全部是都不考我还是怎样啊？我可以躲这里吗？反正我现在分数2700耶，我们来搞个突袭好不好？哎、欸，不行，他们在混战，我们帮队友，帮助你们，旋风斩超好用的 ，Double Kill，Triple Kill。行啊 ，Run Lady， 拜托，蛮王在这里哎、欸，敢嘴，蛮王在此，你敢嘴，啊，连续二踢级把你踢死，啊，这游戏真的是其实还蛮打发时间的、啊，我个人觉得蛮好玩的，推荐给各位，我斩踢死你。T 级 T 二连 T 二连 T， 不知道为什么 T 级可以按两次啊！我现在才发现。哇哦哦哦 ！Oh yeah baby！Oh yeah baby！Oh yeah baby！Oh yeah！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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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baby！ 哎，4931分呐、啊，看到了没有？十杀哎，哇 ！DJ 认可真好虐。无挂机连胜分加二，哎呀妈！第一名在此！我靠，只死一次，22杀，我怎么那么强？哦，旋风斩碎片，哦，它这个也是可以透过打润壳或是打其他的东西拿到碎片升级，然后变成是说你一出场就可以使用这样子。哦，那像我现在获得了活动道具啊，每日任务过了。能领则领，啊，能领则领，行，啊，然后还有信，每日成就，十连杀的成就，这是什么东西啊？哦，头像可以代配自己十连杀这样子是吧？好啵，还有什么可以玩？我来看一下商店好了，感觉这些东西啊，啊，买角色200多。啊，感觉这只很强的样子哎！双重人格，打架如狂兽，待人如扔狗，这么屌 啊！没关系，这个其实应该算是不太算是氪金游戏吧？我觉得就比技术打，我是这么认为啊。不然我们再打一场好了。哦，你看哦，顺便教你们这个好了。我刚刚才发觉是可以这样搞的、啊，那个是收集吗？有吗？哎、欸，我这边可以学新的。哎、欸，旋风斩可以学了、哦，那很好啊。等级旋风斩。哎、欸，哦，有了。等级提升。哎呀，我已经等级提升了。我现在在等级二，玩那么久才等级二啊、哦。有没有？这边就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携带。有没有？就是变成是说，一开局就可以使用，但是你只能带一种。你只能带一种啊，如果带磁铁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带磁铁刚开始开局带磁铁，它会一直吸那个旁边的蘑菇，很容易变大魔王啊。我是比较推荐刚开始
等人全部都带磁铁。虽然你可能等级后面会送你磁，就是可以让你选择磁铁啦，但是早期的时候你比较需要蘑菇啊来把你的力量撑大、啊。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必须就是要不赶快先让自己壮大起来。好、哦，我们现在才第二个人进来，我们现在第二个人进来了、哦，我现在莫名还是第一名。哦，这是什么？我想看一下什么飞踢龙卷风啊，这个很好用，我觉得这个先学，这个我很喜欢用药剂，我喜欢这个药剂。我觉得很好用。他们在打了吗？帮忙一下好了。干什么东西？死一个！干什么？你以为我没看到你吗？哎，缺了你啊！干什么？缺了你啊！哎，获得什么？暴血！暴血是什么？磁铁二。暴血是什么？标记敌人，下次受伤更深。这个是他自己会标记吧？干什么？干什么？哇，我怎么打那么痛啊？三刀他就死了、欸，哎，满三刀哦。我假。嫩，命中吸血，命中吸血，很需要。会战的时候用到哦，旋风斩。我加加加加，我加加加，我别打飞了。我加加加加，有没有漏啊？虽然我命中吸血了。我加加，哦，哎呦，会电人，会电人，一个小淘气会电人。啊，又是我了。我们现在不伤上下，快去吃补血，我掩护你。他居然没看到大腿肉。Who can say？ 我不打，野蛮人之力呀、啊！啊，从头劈到尾啊！我比较喜欢拿这个。下面那只可以打啦，14公尺。我要被围死了 ，Lady， 嗯，应该总没有人要打这个啊，我觉得这很好玩啊，那我来打好了，没人打我来，死吧，呵呵呵，想偷吃。啊，他马上在左上，我去帮忙了。我们的队伍里面好像有一个比较弱、哦，才418分而已。哦，可以携带两个了。哎、欸，靠呗，原来会反弹打到自己哦，跟北西一样。喂喂喂喂喂喂，林北 King 你家，呵，不要紧，你居然让 King 丢脸，我是你们的王呢。完了，我血量不多了，我们要跟着队伍走比较安全一点啊。他们怎么走那么快啊？是我错觉吗？哇！哇！哇！哇 ！Double kill，Double kill， 谢谢啦，ありがとうよ。啊！你敢都有，我可以丢自己人啊！干还要丢自己人啊？那是不能乱丢的、欸，去死吧 ！Oh yeah, baby， 松快！我们现在剩下1分20秒，时间到我们就赢了。Nice！ 哦，拿一下这个狼头哥啊，雷神索尔之锤。下面有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哎、欸、哎、欸，
轻轻松松任人宰割啊！这还把他杀掉了。Double kill！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学旋风斩？我觉得旋风斩好用啊。Oh yeah， Lu Daddy， 一起一起一起，哎呀，搞维欧是不是？搞维欧是不是？搞维欧是不是？哎，想丢炸弹弄我？过来送我哎，这么好哦，送头的。哦，马不吝了，赢了，3886，啊啊啊啊啊，九杀，哎呀，这次少一个有点可惜。青铜二，哦，好赞好赞，就是第一名了，各位不好意思啦，30杀0死5助攻，嗯，什么声音？砰，信机来了。恭喜你晋级了，这样子吗？啊，九连杀的那个 icon 是不是 icon icon？ 好吧，我觉得今天试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个人觉得真的还蛮赞的，好不好？如果有兴趣呢，赶快去下载哈，那个名字都已经打在标题上面了，好不好？那这个影片呢，不是影片，这个系列不知道会不会继续下去啊？那个如果有机会来个直播，也可以一起玩，说不定吧。好吧，如果说有朋友呢，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欢迎下方留言。我是老头，啊，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啦，拜拜。